贾静雯迎48岁生日，和长女一起跳舞，活力满满，母女同框像姐妹。10月7日是贾静雯的48岁生日，和往年不同的是，这次她并没有分享全家福，但不变的是，她又开启了话痨模式，写了一段小诗，通文都在强调快乐的重要性。贾静雯分享另类自拍，戴着口罩只能看到半张脸，模样俏皮，依然保持着少女的状态，看不出来居然已经48岁。母女俩都穿着长款上衣，秀出了大长腿，不过不得不说贾静雯的身材比女儿的都好，她的双腿比 Angel 的纤细不少，虽然有近大远小的原因在里面，但也不至于相差这么大。尽管贾静雯自我调侃称不知道在跳什么，但确实比女儿看起来更有舞感，活力四射，充满了蓬勃朝气。你敢相信这是一个年近百半的女人吗？